三先生，早三太太，我开我有家小白小姐姐，我叫阿丽娜马蒂亚娜，今年我二十二岁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一个妻两岁，我嘅身体有一百四十八个，我嘅体重有四十五公斤，我身体高，我唔健康，我唔识做药，但系我识煮做药。我以前做过喺一家大两年，2015年到2017年，我嘅老板系一男人，我嘅老板有三个人，先生、太太同埋 baby。我嘅老板屋企有三个房间同埋两个厕所。我嘅工作系煮餸、买餸、清洁屋企同埋照顾 baby。我识照顾 baby、照顾小朋友同埋照顾老人家。我而家好紧，煮餸、剥餸同埋学紧公共同动画。我使用宠物，两年合约。我会勤力做嘢，礼貌、老实、勿逆国粹。我希望先生、弟弟、情郎，唔该晒。